さあ。这个臭豆腐，好不容易休息，竟然睡在这里看书，这也太过分了吧！走！哎呀，蝶衣，好好读书，别闹。行行行，你看书，看书。博士说的问答比赛准备得怎么样了？生气了？没有啊，上一馆的学子看书应该是本质啊，对不对？嗯，这才对嘛。你看那么多书有什么用啊？博士只说了考问答比赛，他又没说考什么。问答比赛无外乎就是成语接龙、非黄领着。哎，行行行，你懂得最多，行了吧？那你说考成语接龙？我考考你，好啊！我讨厌你，这也算一个成语啊？怎么不算？我讨厌你，句句属实。实，实不相瞒。瞒天过。实不相瞒，我喜欢你。你就像心情跟随着天气。你刚刚说什么？实不相瞒？不是。后面那句，后面那句，那句我已经说过了，你再说一次。行，那你把你之前的话也再说一次。不行，你先说，说一次嘛。嗯、不说是吧？哎呀，不敢，不敢，蝶衣，不敢，蝶衣，不敢。就不敢！蝶衣，别闹！蝶衣。笑对人生的多彩，就在这瞬间，花香飞满天，空气像触电，心花怒放的脸。我是不是说考那个飞花令？你怎么会考沈学子，不是严学子，哎，那个两位学子，什么事？那个老大叫我来催你们去双月湖做烤鱼。这个糖糖连烤鱼都不会，是，我去帮帮他。我也去。